没有问题啊，100球来投都 OK 的。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，左外手，白子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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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来不及了，落地还是一个安打，嗯，二垒安打，哇，这球就被捞得蛮远的。感觉起来八爷子也蛮需要鼓励的，嗯，觉得他现在好像都慌了，他怎么站位都不对，对，站浅一点，人怕饿吧，站得轻的人怕煞死，找不到那种感觉，我移动的速度也都不太够，平心而论，这球打出去，连王七和空轰不大，轰不大，哇，结果怕丢全球人寿还不够远，有点丢，有点丢过那头了，不要看丢过那头会损失一些距离，嗯哼。